们理想的城乡循环的格局应该是产品能够双向等价的自由的高效的流动，城乡之间的要素能够顺畅的流动起来，实现高效配置。一方面形成我们的这一个现代的这种城市化都市圈城市带，另外一方面要带动构建在现代的农村生产体系上和社会服务体系上的新的农村体系，这样的一个互动能够使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上一个新台阶。